87岁的李美玉女士几年来饱受双脚麻痹的不适，严重的时候甚至难以步行。拿拐杖慢慢走，慢慢走咯。去冲凉就拿这个椅子坐咯，是这样咯，没办法。她看了好几年的中医，费用昂贵又没有起色。生活上的不便和双脚的不时疼痛，一度让她苦恼不已。一年多前，经朋友推荐，李女士开始到善济医社白沙溪分社就诊。经医师的细心针灸和对症下药，李女士的双脚有明显好转。如今她的行动方便了，生活也改善了许多。谢谢上帝帮忙我好，我可以走路了，我感谢他。